主场开始，我们上午的战绩是90几个，上午最理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接着试一下。2 hours later。来了。来了。哎呀，接口，金柜接口，你别来，一来了就上个金柜，这是正宗的金柜。哎呀，哎呦，不要的喽，我得罪个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莫跑了。放心。哦，哦，可以进度给他。啊，真没感觉，这个鱼。这个鱼真还不小的。哇，这就是金龟了。金龟，金龟。哇塞。还会跳绳的。哎，我只高带的，细的不高。嘿嘿嘿。哇塞，金龟。我搞的啥子心意是带的，甜品又是带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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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五年干又是带你，还是别钓鱼细的。我操，金龟，真是金龟！七年干，我操！鱼窝子了。七年干了，搞个八年干啊！点个头头。东西卖不来哟！我操，八年干。收工收工，今天就简单的钓在这里啊，目测应该大大小小100多个，小的已经放流，咱们下期再钓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收藏哦。